放首歌，唱一首，来别唱歌。先等个一分钟，等一分钟。我们两个像木头人。什么时候开始？再等30秒吧。来看我直播了，哦，来看我们直播了。Hello， 大家好，我是张路让，也是苏仔仔未来合法的老公。不行，你要顺畅的说一遍。大家好，我是张路让，也是苏仔仔未来的老公。大家好，我是苏仔仔，也是张路让未来合法的妻子。定住了。啊，对，然后因为我们飞奔不是停更了几天嘛，像大家等了很久，我自己也等了很久，但是今天不是更新了两集，不知道大家都看了没有。大家收到我们的邀请函了吗？嗯哼什么邀请函啊？因为我们这两天在准备什么，在筹备我们的婚礼。苏仔仔跟张无让的婚礼。大家都收到邀请函了吗？一定要准时来哦。什么时候？你还不知道吗？啊，他们说收到了。收到了，你收到了吗？我收到了。我也收到了。因为我们两个结婚。哎，那我们结婚那集是不是29号的时候播啊？是29号的时候播。做主桌。做主桌。那得随份子钱才行。份子钱呢？这什么意思？不行，根本看不见他们在说什么。我也看不清，好快啊。随50000就在朱一然头上。你真好。好的，那么接下来就进入我们的问答环节。不错，来，我先问你哦。一让再让，能够最终在一起最大的原因是什么？我觉得最大的原因是因为一个直球少女，她彻底的打开了张路让你心。但是你也长嘴了对吧？就你要是不长嘴，单我一个人也没有用。那对啊，但是那今天晚上播的不就是你张嘴的那句苏仔仔。哎，我说什么来着？张不让。哎，我那句词怎么说来着？今天晚上那个你看了吗？没来得及看。你看了吗？我看了呀。你看吗？我刚在那化妆的时候我就在看。真的吗？什么来着？张不让喜欢苏仔仔。啊，对对，那个你还有下一个问题。下一个问题我问你，婚礼当天的接亲小游戏你想好了吗？你想怎么接亲啊？我问你啊。我问你，好，你要不这样吧。要不这样子吧，就是我也不为难你，然后你就是在门口做一套专八的试卷。专八的试卷你认真的吗？对啊，怎么样？接亲小游戏做试卷，我们好歹都已经毕业了，为什么还要做试卷？那所以是小游戏吗？
可以啊。那你要做什么？我是那接亲小游戏亲不是那接亲小游戏那不是两个人的事吗？是你跟我是的吧？我没有结过婚，我也没结过，你这什么？大家都是第一次，大家都是第一次，不是很了解这个环节。接亲小游戏应该都是那个男方做一些小游戏，然后新娘就开门了，应该是这样。电视上是这么演的，我也没结过。那我做完一套试卷，然后你就开门。你在门口。那我真是奇葩呀！做试卷，然后新娘就嫁给你了，是吗？我们主打一个学习。啊，对，我们是学霸。对，我们是学霸，爱学习。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吧。嗯。张璐让和苏代在结婚，有没有婚前焦虑啊？嗯，你呢？我在问你。啊好。嗯。我觉得应该会有点紧张吧，然后会，但是我感觉最多的应该是期待。对，更多的是期待。嗯，但我感觉我们的感情之路走得还挺顺利的，是吧？嗯，是很顺利。会很期待，然后会有点紧张，焦虑算不上。对，焦虑算不上。会很兴奋。终于。嗯。我会很紧张，因为我每一天每一年的新年愿望都是嫁给你。嗯嗯。真假的？真的。没有，我说你会紧张是真假的。真的紧张。嗯。万一摔跤怎么办？行，下一个问题。哎，你说如果我们结婚的话，你想去哪个地方度蜜月？嗯。我听让让的，我听在在的。没有啊，那我得先尊。我觉得，嗯，你说。我觉得我们去海边吧，因为我们很多回忆都在海边。你想的跟我一样呗。真的吗？我也想这么说，我也想说去海边。嗯。但确实我们很多回忆都在海边。对。故地重游。哎，我们结婚也是在海边结婚。是啊，是啊。嗯。在海边的草坪上。都是缘分，对，都是缘分的，跟海就是有不解之缘。我们现在接下来有一个那个福利。对，就是我们要截图，然后五个人，然后我们会念出这五个人的 ID， 然后你们会收到相关的礼物，是吗？嗯、十个人。哦，十个人。对。但我们分两次截。嗯。对，我截一次，然后再截一次。但是我够不着哎。我帮你截。来，大家刷起来，新婚快乐！新婚快乐！快，随多少份子。写五个人能写得了，他这样看的话就三个人，三个，两个，对，那我们只要能凑到十个人，写，好，在约会，真的在约会，什么约会？对，是什么约会？这个，我们再截一次吧，现在好像可以直接截五个人了，可以吗 ？OK， 好，手机拍呀，对，拿手机拍照吧，好，你截完以后，我来拍，对你来拍一张吧，嗯。大家先不要送礼物，不然我接不到。好，我来看一下、嗯。第一个人叫什么？这个是进来的，那没有这个、哦，有一个是真的会双 Q 嘛，然后这刚好四个人，这个就是陆布基，陆布基9715。然后第三个人是我好像天天睡觉，第四个人叫假期吃橘子，第五个人叫喜欢小乙。嗯嗯，恭喜你们。好，那我们再来五个人。直接五个人。对。你要自己拍吗？每一轮是十个人。你来。哇，这个照片你拍的好好看啊！你们拍的好好看啊！我在这样，看你来读。哇，你截的有点多呀！哇，我截的有点多。没事没事，我看一二三四
其实也只有四个人、哦、四个。第一个人叫 YU 米包包、嗯、YU 米包包。第二个人叫是潇潇 RMMC， 这个算可以让再再念一下。对，你来吧。 IN 景彤。 IN 景彤。嗯，然后永远永爱星星弟弟1573。嗯，还差一个。没事没事，问题不大。嗯，那还差一个。还差一个。那这怎么了？那就是第一，我们再拍到的第一个。嗯，来摆个 pose。 啊，真的很好看。为什么？其实你的脸挡住。大帅晴儿。嗯，好的，恭喜这十，不是，恭喜这十位朋友。哎，大家有没有看最新的那两集？应该刚看完吧。大家有看吗？这是送，这是送什么？你到时候就知道了。送什么？你知道？好像是江怡的校服吧？是吗？是吗？不是。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你要不要看这个？大家看最新的两集，大家印象最深刻的台词是什么？你在抽查是吧？对啊。你印象最深刻的呢？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张路上喜欢苏菜。我虽然没看，但是我在网上感觉我们自己演的，不是，是我自己演的，但是就是。我也不知道具体第几集播到哪了。我知道。而且很神奇，就我刚刚在那化妆，我在看、嗯，然后就是我们两个人的每一句词儿下一句，我知道都知道、哎。对呀、啊，那毕竟是我们自己演的。哎，你还记得那个？你还记得那个人吗？好准。我知道啊，就那个给我，可以说了吧？都看完了吧？可以说。那个塔罗牌那个太搞笑了，而且我还看到后面是官那个顾然和江家他们也去测了。对啊。哎，所以顾然后面是出国了是吗？对啊。对后面的剧情我不是很了解。对啊，他出国了。所以他们没有在出国以前在一起。嗯，好像出国后才在一起。哦，没有。哎，你在说什么？不是，我们出国后他不是回来了吗？啊，他回来了，他们在没在一起，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嗯。那我们要不一起来玩个游戏？嗯，好吧，我们开始一个游戏环节，其实就是剧中大家玩过的那个游戏，就是我们拿每个人讲三个词，然后对方来造个句子。嗯嗯 ，OK 吧？非常应今天的好剧情。那我们就你先来，可以想一想，脑洞大开。你想什么？哎，给你出点难一点的，还是简单点的呀？嗯、啊，难一点的吧。哎呦，苏在在，考试，辣条。太简单了。太简单了。嗯。好的，你给我等着。我说啊。苏在在吃完辣条去考试。哎，你这造的也太简单了吧。那你哎，我没有，我还没说，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造一个难的。对不起，那你说、嗯、大家都是结婚的人了。嗯，简单的。有结婚的人了啊。苏苏。嗯。火锅。嗯。下雨。你
这个苏苏是哪个苏苏？是狗苏苏还是？狗苏苏。狗苏苏。苏苏。苏苏他在哪儿啊？苏苏不爱吃火锅，所以他选择在下雨天吃火锅。真的吗？苏苏不喜欢吃火锅，所以他选择在下雨天去海边奔跑。在下雨天去海边奔跑。他跟你一样。哎，你知道我最近，我最近刷抖音。然后他有一个抖音，就是说那个现实中的，哦哦，你看那个，我看了，你两个知道就行了。来你，哎，到我了是吧？到你提问了。难一点。难一点。鞋子。什么？鞋子。鞋子。手机壳。手机壳。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也是个词。怎么？你来吧。鞋子。哈哈哈哈哈！我的手机壳是双鞋子。不对吗？你这么说也对。你没看过那种手机壳就是个拖鞋？造一个长，造一个长一点的。行。那还是用这几个，可以，你再换几个吧。哎呀，哎呀，哎呀，那行啊，衣架、饮料，衣架、衣架、饮料、手机壳、沐浴露、三个。好，那那个洗面奶，哈哈哈哈哈，衣架，哈哈哈哈，已经开始了是吗？这洗衣液，不是沐浴露，沐浴露，沐浴露，衣架。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唱一点的，哈哈哈哈，我的沐浴露怎么在阳台的衣架上？这长了吧？行，这个算你过关吧。来吧，你来吧。我来啊。三个。那我出简单一点还是难一点？看你的心情了。看我心情。张路让，苏在在，不是喜欢吧？婚礼，要长一点哦。我想一这个，我那不可以。大家都来参加了张路让和苏在在的婚礼，而且都很开心，哈哈 哈在海边一起奔跑，还一起喝了香槟，然后一起跳了舞。你这是也行，算你过关。很长很长，逻辑没有问题吧？对，没有问题，一点问题没有。不知道。还有我。我再给你出一个吧，你想要哪一点就哪点。难一点的。那我可以变到五个吗？可以。好。袜子。袜子。你自己说完，你自己要记住。好，袜子。衬衣。想到了一首歌。猫叔。带猫叔啊。啊，算了，猫叔，猫叔。现在是袜子。衬衣。帽子，口罩，口罩，小仙女，来吧，我再给你重复一遍，袜子，衬衣，帽子，口罩，口罩，小仙女，小仙女，小仙女。戴着帽子口罩不可以，这个穿着衬衣穿着袜子再看当我飞奔向你可以吧？你觉得可以就可以。
再给我出一个吧，然后我们这盘就过了。我也出五个，好不好？给我来个啊，行。难一点的。五个就五个。嗯。嗯，你得出难一点。别。等待会儿他们来了。嗯。沙发。嗯，沙发。茶几。茶几。灯泡。沙发、茶几、灯泡。手机。手机。当我飞奔向你。当我飞奔向你啊！你这个太简单了。太简单了，然后沉默了，怎么？这个灯泡，哎，等一下，沙发、茶几、灯泡，手机，手机，还有什么？当我飞奔向你。此时此刻，嗯，我们打开了房间的灯泡，坐在。茶几对面的沙发上。嗯，现在好吗？现在呢 ？OK 了。OK 了。好了，现在不卡了。来，大家新婚快乐，刷起来！你要开始抽奖了哦。对，我们现在又要抽一次奖。嗯，可以把手机的页面可以让大家看吗？对，告诉大家我们要抽。我们要开始抽奖了，大家可以把新婚快乐那四个字。好了 ，OK 了。好的，你来吧。怎么截图吗？对对对对对，锁屏和音量键一起。截几个？还是跟刚刚一样？先截一个，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再截下一个。哎呦！对，一人抽五个。嗯。先给大家看一眼。哎，算了，看不清，我直接念吧。第一个人叫 KVV7L。第二个人叫小外学不懂化学，第三个人叫西兰花保卫战士，第四个人叫没有丹丹不行，第五个人七七，嗯，第五个人叫啾咪七七。好的，我们再来抽五个人，这个保存那个，保存了，嗯，三、二、一，你来念，芋圆奶绿，幺幺，挺高兴的。小富，诗歌 YIKE， 嗯，八月，八月七秋夜初凉 Q， 还有吃螺蛳粉喽，吃螺蛳粉喽，恭喜这十位朋友，恭喜你们，OK， 那我们接下来是一个默契挑战的一个环节，也是相当于一个游戏，然后我会问大家一些问题。然后当你们听到我的问题之后呢，你们就可以互相看这个是属于谁的，就可以手指向对方，对，然后我们针对这个问题大家可以再来聊一下为什么你会觉得是对方的， OK 吗？这个其实也都是大家快要结婚相当于给新人出的一个新人大挑战， OK。 那第一个是今年的520谁先收到了对方的礼物呢？不是开始了吗？是开始了，我也自己认为我会先收到你的礼物。行，那对，那比如说送的是什么呢？如果说要送的是什么呢？嗯，我送你的会是什么呢？你送我呀。嗯，我送你的会是什么？那这是属于你，你得猜一猜的。今年的520。嗯。我觉得你可能会送我一个。没有，可能会送一些一些送些什么呢？我觉得苏在在会送给张璐让一个什么呢？戒指吗？今年520。对啊，其实已经过去了对吧？我已经送完你了，我送的你是什么？但现在还没有送你这戒指。可是我们结婚有戒指，我送你一个结婚证。哎，那你自己觉得你会送我什么？
我送你一套专八的考试题。喜欢吗？就是结了婚以后还得写试卷，还得学习啊，大学也得学习啊，对吧？结婚学习两不误。嗯，对，我为了你好，互相监督，互相成长。对，那你会送我什么呀？我觉得我可能会送你一个泰利德。你送过吗？对啊，我再送一次新款的泰利德。行，那行，新款泰利德，行。OK， 那我来问一下第二个问题是，婚后谁来做家务呢？我吧，这是一个丈夫应该做的事情。那全部你来做也不太好。没事，就让我来做吧。行，你还真干脆呀！你竟然这么说了，应该的，应该的。应该的，没有，我也会。具体怎么分工呢？谁来做菜呀？谁来收拾呀？谁来洗碗呢？都我来做吧。或者是你有什么想做的吗？我想，啥也不想做。好，我明白了，啥都我做，没问题。客气一下，啥都我做，没问题。哎，不会的，会心疼的。嗯，真的。嗯，好的吧。嗯。下一个问题是，我们还是回过头来再聊一下家务的这个事。对，因为家务，对，因为片子里面大家也搬了新家，然后那在那个新家里面的布置，然后做家务是也都是全部由让来负责了吗？有没有比如说在负责的部分呢？啊，那在那不同意了。对啊，做饭我觉得是我做的。其实在在的话一般，对，然后我们一起收拾，你负责收拾啊。对，我负责一些比较细的，就比如说哪个地方该摆，对，这个地方放我们的泰利德，摆满，这样子。嗯，新款泰利德多买点相纸。嗯。嗯。OK， 那我们来聊一下第三个，就说如果让让跟在在闹矛盾，谁会先道歉？你指的是你？我指的是我。都指的是自己吗？对啊。对啊。那让让生气了，肯定得在在火。你不反驳一下吗？嗯，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觉得肯定是我得先认错吧。就算无论是你做错了什么，就算是好的还是不好的，我知道你不会做错，但我肯定第一步肯定得先哄着你。我也会先哄着你，所以我们就是，那大家要怎么哄对方呢？我让让了。对，你在在啦，我让让了。对，就这样，两个人就这样就和好了。嗯。但是我觉得在在和让让应该不怎么会吵架，他俩我觉得不太会吵架。我也觉得不会吵架。不可能吵架。不可能吵架。真的。真的，真的，真的。我让让了。我在在啦。嗯，好，那我们默契挑战就差不多这样。我们后面其实可以让所有看我们直播的粉丝们，然后来提一些问题。好的，大家可以跟粉丝们聊聊天，提问吧。嗯，看看大家最想问什么。大家问一些能说的呗。大家问一些问题，我觉得大家都在刷一些。他们吵不起来，确实。他们吵不起来。我也是这样觉得。初印象，初我也看到了初印象。嗯，说一说吧。初印象，你先说吧。我对你的初印象就是觉得你……哎，我们第一次见面什么时候？唯独的时候。唯独的是什么？几年啊？几几年？两年前。2021年。2021年吧。嗯。好，你说吧。我对你的第一印象就是觉得你整个人都还挺张路让的吧，就感觉啊，很。高冷，对吧？嗯，然后很有少年气。你还愿意？哎呀，我笑出屏幕了。我这脸上褶子照出来的少年气。嗯，你现在笑出来了。嗯嗯，控制一下。
那你说一下吧。我第一次见到你，我就是觉得你，就我第一次就见到你，看到你那时候，我就觉得你很小只。很小只。对，就是那种很可爱的女孩，会让人产生那种保护欲的那种。嗯。后面发现不是的，后面发现在是一个很独立的人，是可以保护让是可以保护让让的。嗯，对，对，这是我对你的初印象。还有什么问题？哎，我们这边看到一个，有人问新家的装修风格会是怎么样的呢？我觉得会是五颜六色、可可爱爱的。那应该是婴儿房。不是，那，你觉得是什么样？我觉得张路让，我们那个新家你忘了吗？我记得啊，但是就是很极简的风格。那也不是很极简。但那只是张路让的风格，还是会比较喜欢你这些字。啊？哦，没事，我们租的房子。哦，你是问我们以后要买房子会什么？对，哦、是的。对不起。布置一下自己的小家。那我现在开始幻想一下，我们家门外是什么样？我们家门外。等一下，我们先看它是个平层还是个别墅。我喜欢大平层。好的，那我也喜欢大平层。那我们家门口会有几户人？会有几户人？对啊，他一梯几户啊？哦，一梯一户。好，一梯一户，赞成。然后打开门，玄关。对。你看到了什么？鞋柜。我也看见了鞋柜。然后再往里走，你看到了什么？我看到了一个。超大的落地窗，哇，一开门直对是落地窗。没有，这样你这样进去坐、哎、好的好的，这边是一个落地窗，然后我们现在视角又过来了，这样坐着坐、嗯、前面是一个超大的落地窗、嗯、你透过落地窗你看见了什么？我看见了繁华的大楼。嗯，我看见的是大海。哦，海景房吗？对呀、啊、海景房。没事，我们是这样的，行，我们这边的落地窗是可以看见那边的大海，对，这边呢是可以看到繁华的大楼，对，证明我们还是住在市中心，对，市中心的海边，那证明我们以后其实工资收入什么的还不错，对，那肯定必须的。然后装修风格的话，我觉得会比较极简一点，就客厅不能极简，简就简，但不能极，那就简，没有那么简，但是又很温馨，嗯，极简的话可能。那你会用什么样的色调？嗯，如果装修家的话，米色会不会温馨一点？米色，但米色很容易脏，那以后脏了我们还得刷，我们在一起刷嘛。那我想贴墙纸。哎，对啊，哎，对啊，贴墙纸啊。对啊，墙纸的话，如果脏了的话，就可以撕下。哎，那也很麻烦。我还是比较喜欢黑色。哦，不行，黑色太可怕了。对，那还是米色，那还是米色吧，听你的。米色吧。嗯，听你的。嗯嗯。那我们的房间是什么色？房间粉色。不行。我觉得粉色的话，每天起来会有点刺眼。我觉得那个浅灰色其实也挺好看的。浅灰色，但会不会跟客厅的颜色有点撞？但我们的卧室是应该有个厕所。对啊。嗯。然后。厕所我们要那种很大很大的厕所。干湿分离。那必须的。有个浴缸。嗯。嗯。有两面镜子。对。你的口水都喷出来了。高兴。嗯嗯。我觉得差不多吧。嗯。嗯。留个儿童房。嗯。儿童房可以是粉色的。嗯 ，OK， 我们还有一个粉丝提问，我们这边看到说，在你们表白之后，到底是谁先主动牵起了对方的手呢？并且是哪一只手牵的？我知道，我左手，我右手，对。哎，但我记得我们当时牵的时候，我是这样勾着你牵的，你记得吗？我们是不是来了好几次不一样的？对啊，为什么不用那个？我觉得那个挺好的。就是拿手这样勾着，然后再牵上的那种。嗯。哎，算了，猫叔不懂，猫叔在想着。是我，然后我用右手先去牵的，再
对，我的左手其实一直在试探，也试探没敢，然后是你主。到了这个时候就害羞了，再对，到了跟前就，给你一次主动机会嘛。嗯。那还有一个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让让到底是什么时候喜欢上在在的呢？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我觉得应该是，我觉得应该是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第一次见面，你也一见钟情啊？就那样。晃荡的。对。这个人怎么李夏雨什么什么笨蛋？嗯。嗯，对，确实是你刚开始你就淋着雨走过来了，但是而且他还去看很细节，就我进去买可乐，然后出来为什么我还要看？对呀、啊。然后还站在那，你明明是不怕淋雨的。对啊，我就站在那，我还打看一眼情况，其实就是想看你。对，你还看，你在看我。然后就是无意间的看你一眼。然后自己还跑走了。嗯。害羞跑走了。其实已经预料到了我们会在同一个学校。哎呦，真是。我觉得是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喜欢苏珊，只不过张璐让他可能是不太会表达。嗯，那如果我不主动的话怎么办？你也会主动的话。那只能单身一辈子。不能吧。你就如果我不主动，你就这样错过苏呆呆吗？不会的，我觉得张若然不会的，只是可能晚一点。确实。OK， 那现在所有人都在刷屏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们到底是要儿子呢，还是要女儿呢？并且要给孩子取什么名字？这个我知道，你知道不？我知道。嗯。你先说，女儿还是？啊，是个女儿。嗯。嗯，是个女儿。对。叫什么名字？幼幼，对吧？大名叫张幼幼，是个女儿。小名叫幼幼。小名叫幼幼，直接就叠词了。苏在在，张璐让，张幼幼，在在，让让幼幼。对呀、啊。幸福的一家人。张幼幼，幼幼。还有什么问题？对，你们可以看一下大家印象最深刻的一场戏，你说一说，我就说过好多次了。我也说过好多次了。你说的是哪个？结婚的呀。啊，我也是。对呀、啊。哦，那我们那上次直播说过了。对。结婚的。嗯。还有什么？还有什么？还有。印象最深刻。我印象比较深的也就是那个第一季第一场戏那个，我们等了很久那个雨。你为什么不说那场你喝多了？我那太好了，不能再说下去了，再说下去就不礼貌。OK， 还有人来问说，大家一直在 Q 合唱，嗯，所以你们要怎么来跟粉丝们说一下？合唱，我唱歌实在是不怎么好听。啊？不会啊。不会，我拍戏的时候，是歌迷是吧？对啊，我是你的歌迷，我天天关注你的抖音。拍戏的时候，你天天发唱歌，我就要听的。献丑，真的。那我们唱一首继续。唱什么呀？你想唱什么？今天是个好日子。今天你要嫁给我啦。那你们彼此之间给互相的备注是什么呢？微信备注。我是在在。我是张璐让。嗯。括号让让。嗯。我想我会很好听，但是我真不会唱。是那个吧？每天都在听，但我记不住他的歌词。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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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个。嗯。哎，你觉得你自己跟苏在在像吗？我觉得60%像吧。那还40%？还有40%是我还是比较安静，没有文静。我。对，我没有苏在那么勇敢嘛。那你跟张璐让像吗？我还行吧，70%-80%。七八十像。嗯。那还有20%-30%吗？就我没有他话那么少。嗯。
然后我也没有他。我觉得你画不少啊。对啊。对啊。所以我说我没有他画那么少。那么少。那么少，就是说我的画会比他多很多。嗯。然后我也没有他那么的慢热。嗯，没有他那么。就是没有他那么被动。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你们五个人的群名吗？我们五个人的群名，对，江尼或者江尼小分队，哦，江尼小分队，对，对对对，江尼小分队。好多人说没有截到，他们肯定是骗我们的。哦，我也觉得。你，上当了。上当了。脸颊比心怎么比啊？这样，你比另一边，对。这样。嗯。三二一。OK。哎，你笑了一下，笑笑，笑笑，嗯，三二一。OK， 那我们要准备连麦。好的。怎么连？嗯。不知道怎么，我看一眼，我好像。你上次。我上次好像是。发起邀请。不是，是他们连我们还是我们连他们？你也可以邀请他们。对，他们直接连进来一个。哦，连这个。邀请。邀请。江一小分队，猫叔。猫叔应该在忙吧？哎。哎。边天阳呢？郭哲，边天阳呢？你搜一下呢。哎，你们这个号现在没有关注边天阳的微博。不可能，不可能。他只关注了他那个角色号。打一下。没有。全网搜索。我的天哪！他那个微博名字好像不叫边天阳，叫边边边边边什么东西。但你这么查，我觉得应该也能查得到。不行，全是他粉丝。没有，不行，查不到。三个边。三个边。三个边。嗯、个边然后呢？天阳。天阳。哎，找到了，他已在麦序中，但我找不到你啊，天阳。天阳。天阳，我这里现在是99个哦，我看见了官方。等一下。Hello。我先把他们连一下，因为我实在是有点找不到啊。麦序上有10000多人，感觉。边天阳，你在，你跟江佳，你们两个再连一下呢。大家不要再顶了，因为我看不见他们了。好、哦，快边天阳，差你一个。Hello。Hello。等一下，我把你的那个谁拉进来。我的那个谁，你的好朋友，不行，边天阳，快点，不然不带你玩了。或者我们发他怎么回事？啊、我发怎么回事？发起了之后，他显示他已经上麦序了。就边天阳，快，快再发一次邀申请。边天阳，快点！而且他是手机好卡，我感觉滑不动。在干嘛？他是在干嘛？我们在等他怎么还不进来？我的这个贺词的也准备好了啊！贺词都准备，等一下，你再刷新一下。他没有刷新，拿下滑了。他没有连吗？他连，但是这儿连的人太多了，他有几百个人连，我找不到他，而且这个手机现在很卡，都滑不动。嗯。别听啊，你快再申请。哎，江佳，你刚刚是不是自己又连了一次？江佳，
江江，Hello，我卡了吗？我说你刚刚是不是自己又连了一次？我说我只连了一次。哎，那为什么你刚刚自己顶上来了，边边羊顶不上来呢？不知道哎，我又卡了吗？我没卡吧？他出国了。打个字儿都打完了，可以吗？那我现在他出国了。他那边国外信号不好，点上去卖是吗？已经有三个月了。对，然后邀请大家会显示在麦序。哦，现在可以了，那应该是取消了。不是，还得哦，哎，拉枪。哎呦，人呢？边天阳。人啊！我就知道，我就知道。还得你干什么？你这个出场方式有点特别。你现在在你现在在哪个国家呢？我现在在中国以外的国家。那你这个回音听起来就什么？什么时候回来参加我们的婚礼？等你们结婚的时候，我就回来参加你们的。我们今天哎，我们没收到邀请吗？你忘记给他发了？收啊，收到了呀，收到了呀。好了呀，不好意思。这不回来了吗？回来了吗？嗯，你们两个穿的衣服怎么有点儿？咋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嗯、哎、嗯，没事没事。好，那既然那我们不如我们就祝再再让让两位新人，他好对吧？喜结连理，花开遍地，你没？你念个祝词儿，但你好卡呀！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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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没有听清楚你说什么，但是我们感谢你。祝你们新婚快乐，早生百年好贵子。祝你们新婚快乐，然后白头偕老。嗯，你这个编程，你再来一遍。早日搬平层，搬大平层，有玄关的平层，有大卫生间的平层。对，落地窗靠海的，然后是要看到那个。对，落地窗靠海的大平层，玄关直接对着落地窗，我知道。还要洗手间两面大镜子，要有浴缸的平层。祝你们干湿分离，还得干湿分离。对，干湿分离。嗯。不好意思，第一次结婚有点紧张，喝口水。别紧张。我也喝口水。你紧张什么？你紧张什么？你紧张什么？出国了，你紧张什么？第一次参加婚礼，第一次参加婚礼。不是谁紧张？谁紧张？边老师，你紧张什么？哦，对了，边老师还是我的伴郎呢。那江老师这样，伴娘，伴娘，伴娘呢？还记不记得我们结婚的时候，就是说，边老师跟关老师，关老师跟关老师，跟关老师的事儿，跟关老师。对不起，对不起，那个边老师和不是关老师，顾老师，顾老师和江老师的，嗯，不行，我还得再来一遍，什么东西？再来一遍，再来一遍。刚那没发挥好，嗯，刚那个没发挥好，我再来一遍，对吧，顾老师？对吧，江老师？那个第一遍确实录的不行。哎呀，这要不拦着你，你能错十条，我感觉真的是。那不能。来吧 ，Q 下流程吧，朋友们。嗯，好呀。你他妈出油了。那我们可以来吧，考试。剧情考试。剧情考试。检验一下。剧情考试，来。一人出一个问题，然后其余人来回答。我先来。我问你们三个人。今天更新的集数当中，张璐让对苏在在的表白的台词是什么？说的哪句话？不准去看手机，看着我的镜头，看着我。边天阳，别看手机。边天阳，别看手机。眼睛不许动，眼睛不许动。江之南，别瞟旁边。别看旁边。对，江家，你这个眼睛瞟都有点。嗯。来吧。江之南笑出话了。怎么回事？太明显了吧？哎，我这牙怎么那么白呀、啊？这怎么回事？快点的。不是。什么？就是我们表白的台词是哪句？我对苏在在表白，我说的台词是什么？对，好了。郭哲老师，你在看哪儿呢？郭老师，郭。
你们是不是还没来得及看？哎，别老师，你不要，别老师。好了，算了，那算了，那可能你们还没看，因为我也没还来得及看。那我们考一些之前的剧情，李白。都在宰和张悟让第一次接吻是在什么地方？哎，什么地方？但我觉得这个你们应该知道。这个我知道。应该是在公交车上吧？对对对。不是。不是，第一次在面馆的时候吃饭。我以为是亲的。亲的脸嘛。亲脸是在哪？我们说的是亲吻，我们说的是接吻。接吻是嘴对嘴。接吻啊，对啊。啊，接吻是在公交车上。嗯，好，答案关了。过关了，过关了。好，那你出一题吧。我出一题。那个苏在在那个操场上唱那首歌叫什么？这太简单。你看，在操场不能说的秘密。没、啊、有，我没有，我没有秘密。湘江。这个我绝对没看，这个我绝对没看。相信你，因为你就站我旁边。嗯、你是在对、啊，因为小本上没写。对啊，而且当时 Q 的我唱的。对，我知道、啊、怎么回事。边老师给我们唱一个吧。啊、不会，不会，确实不会。行，那下一个。来，你们出吧。江之南先说吧。让你们看看什么叫无懈可击。我给张璐让苏在在推荐的塔罗牌摊主叫什么名字？好准，好准，我们刚才说好准，好准的好。哎，他是什么？怎么说的？他是好准的好。他是什么？他那个什么好准？哦，姓好名准，好准。是的，对了对了，这个太简单了，这太简单了。我来出一个啊。好。说呀，你卡了吗？什么什么？没听清楚哎。苏苏有几根毛？苏苏有几根毛？张璐，你回答不上来，那你就真的是有点不负责任了。你是他的主人，张璐让。苏苏有零根毛，因为我后面夏天太热了，我把他的毛都剃掉了。嗯，头不能剃吧？哎，我觉得你不如问苏苏是什么动物？这什么问题？对你问这个吧。好吗？谢谢你问这么简单的问题。那我再问一个，我当电灯泡的时候，我们在看什么？看星星啊，不是露营吗？星星啊，他说看星星。然后呢，我坐哪儿呢？你坐哪儿？你自己不知道啊？坐哪儿？你自己不知道、啊？你坐这儿。电灯泡坐哪儿呢？电灯泡坐中间啊。你坐这儿。坐这儿，来，你的位置。来。来吧，穿过来。啊，我有一个，我有一个，我不是，半夜晚上不是看到了那个在在让让抱在一起吗？但是我不是看错了吗？嗯，然后我看成什么了？你看成一个人两个头，你看成了，哎，一个人两个头。哦，你看到对人类的东西。对。一个人两个头嘛，你看到一个不是人类的东西。对，当时就是在在的头就在让着的肩膀上，真的就打的什么都看不见，真的只有一颗头，只有一颗头。然后你跟顾然回去说了什么来着？就是他这样的。就是他这样的。对，我俩这正准备深情告白呢，咕噜一下就趴进来了。我还有一个，就是我在公交车上亲在在的时候，我说的那个，我学会了他教会了我那个什么，那句词叫什么？说吧。嗯。复制粘贴。哟。你看弹幕了吧？你看弹幕。弹幕哪有那么快呀？我是有延迟的，哥哥。跟你是看弹幕了。二让、啊，大家怎么都卡？是我们卡，其实是我们卡。真的吗？因为我们这显示了一个网络差。嗯，
还要再问吗？我可是无懈可击的。江之南出一个问题，我出来，我刚刚出了吗？再出一个，你再出一个吧，难度太小了。对，你出的那个就是太简单了。那你也不要出太难的啊。太简单了，顾然帮我出吧。那我来考一个，就是在我写信的时候，我是写到哪个地方，我稍微顿了一下，加了一个字儿。你，那谁知道啊？你们，你看，你就不你俩是不是没看？不看我跟这儿的。我只看我跟让。我看是张路让喜欢苏仔的。什么意思？你们跳过呗，一到我们跳过。没跳啊，没跳过，没跳过。跳吧，跳吧。没跳过，我还没看呢，我都是看的一些片段。好，那这趴继续还是怎么说？那抽奖。抽奖吧。我们是要抽几个人？还是十个人，跟刚刚一样。谁抽呢？小飞棍男用。哎，只有两个。小飞棍来了。我们再接着抽。这个，因为大家不要，大家不要刷太长的那个，不然不好接。不要刷太长的。嗯。那这个人，哦，这是四个。汤圆不是很圆圆。哎，这上面有一个。这上面有一个。好的。哦，你念吧。汤圆不是很圆圆。然后轩轩喜欢于庆伟。庆伟。对。熠熠生辉的翔，布朗尼麻团。差一点。梦见。谁在那笑啊？看别人在那笑，老开心了。江江怎么出话了？下一个人叫我上辈子一定。我怎么看到我助理的名？助理的名字？等一下啊！这个人叫不是，我上辈子一定是一个，我上辈子一定是个酥皮包。恭喜！恭喜！够十个吗？好。抱歉。好的，再来五个、我每次都会挡住一个人的名字，我再截一次。哎，算了。可以。我觉得第一个名字怎么那么熟？这个人叫吃，是吃吧？应该是看还是什么？吃着香香，吃吃着。吃着香香吃香菜，吃着香香。然后下一个叫于庆伟的优乐美，第三个叫小狗勇敢飞，第四个叫 ZHAPPYLLL， 第五个叫十六八，恭喜，显眼包，这两个干嘛？要吃小飞棍，你给我们来，好吗？来，再来一遍，来演一段，来吃一下，小飞棍来哟！你好像演的是苏苏，你知道吗？感觉你看为什么苏苏要吃那个果冻的感觉，你知道吗？好的，我们现在10:30了。虽然我也不想提起这个，就是要结束这个事儿，但是我们要下播了，各位。马上要结束了，然后想跟小飞奔们做一个约定，等一下后天更新的时候，别急，你们还没有给我们的结婚祝福。好，江老师先来吧。
结婚祝福。嗯。最开始不是说了吗？最开始不是说了啊？你们说过了。啊，最开始。那你再。你们再说一遍，再说一遍嘛！大想听了，人家想高兴的事儿，你再说几遍呗。爱听多，嗯，好，就是爱听。在这里呢，祝戴戴同学跟张东让同学新婚快乐，早生贵子，百年好合。张东让，你一定要对戴戴好哦，不然会揍你。好。边老师，边老师啊，祝阿让跟苏在在新婚快乐，然后祝你们白头偕老，早生贵子，还是那句话，早日搬进大平层，然后还有你，给我好好享受女追男的快乐吧。是卡了吗？来吧，广告。那让我们祝这个再再让让二位新人好的日子里啊，喜结连理，花开并蒂，举案齐眉，琴瑟和鸣，掌声。好了，那我们好，现在直播就到为止喽。嗯，那我就开始了。好，马上就要结束了，想跟小飞奔们做一个约定，后天更新的时候，大家在优酷的弹幕区将各自的祝福词啊，不对，将各自的结婚祝福语刷起来，好吗？嗯。电子随份子，这是，大家多刷六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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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吉利数5201314什么的，88899。对对对对。啊，好感慨啊！我们让让后天就要结婚了，还记得上学时我被当成张路让的日子，还以为是我有魅力呢。这次还是大大方方的祝你们成为后天全场最有魅力的男人。谢谢你，谢谢谢谢。我好姐妹自然就要嫁给最有魅力的另一半，张璐让我可把再再托付给你了，你要对她好一点，我时刻关注着你啊。好的，我会的。让让，看你们幸福，我就开心了。我太开心了。但是我更多的是期待。你看他们三个，他们在那闹呢。你们比不到吧？你看我们能比到，你们比不到吧？嗯。对，勉强。啊，等一下，这样对官方不太好。哎。我给你一个，快。好的，那我们就后天见吧。后天见。嗯，婚礼见。后天见吧。拜拜。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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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咋关啊？这个怎么突然关不到？拜拜。用手关的吧？怎么把心里话说出来了呢？怎么？